他最后分析会给你，因为他做是狼人身份，他踩他的话，别人不会。他把警徽给你，我就会以为是。一般狼人把警徽给谁，他就想把。那你们就都在第一层。但是，一般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有时候他们会觉得，你会觉得我把他分给他是在给他做好身份，但其他就是我的队友。所以这个分数，所以真的好复杂呀！今天能不能简单快乐的？能不能？怎么还要举着右手发誓我是好人、恋人？怎么就能不能简单快乐呢？彩电完了，谢谢你的毛球，彩电完发电，彩电呜啦啦啦啦啦，之前玩的也专业，啦啦啦啦，开始进入我的世界。等一下，人生在大操上玩。你的这没有用错，很不错。那谁来呢？陈子来了，但还好。他穿个衣服嘛，你这样子穿让我有点害怕。虽然是很开心的，但是就是很害怕。谢谢第一次的意外发电，好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不是我太厉害，是他们太。在直播吗？对。他们来了吗？还没有。谁要来？吕子，陈吕子。他要谁？不知道。你要摇谁啊？啊？你要摇谁？我摇。I'm coming。 那谁当上帝啊？我吧。你再加一个牌吧，再加一个十号牌吧。那就是图边了。图边是再给我说一下什么意思？图边就是你把所有的神职杀完，就是或者所有的好人，预言家、女巫、猎人全杀了，或者是把所有的平民杀了。就是狼人好玩了一点。容易玩了一点，但是那凭什么呀？我刚刚这么能动，我们就是又玩丘比特又玩猎人，对呀、啊，所以就土编了嘛。给我把一号给你了，好呀，你当十号吧。好，谢谢你们呢，我要加个猎人对吧？这我要怎么看？我要给你们看看。我漏了一个发电的，谢谢。我听了十遍了这首歌，也才六秒而已，不要在这里。其实我求你，你帮我取张纸，我没办法帮你。谁帮我取张纸？哎，那丘比特算神职吗？我真的很厉害。丘比特刚刚不是说算名吗？嗯，那如果他也是好人呢？就连了两个好人。不丁，让他们自己选。不丁，不丁，在女人堆里。选那个都下一把可以再多苟一会儿，总比全杀完对狼人好吧？不是，如果他算是好人的话，那他算一号现在是陈宇姿对吧？如果他连的是好人的话，那他就是好人。现在是那好像算是上帝算什么？丘比特算什么？丘比特如果应该他如果连了两个好人的话，他算平民还是算好人？他连了两个好人，他就是好人啊。那如果好人死了，他算不算坏人？他的意思是他是算神还是算平民？不算好人。对啊，那狼是、狼应该要，那就是狼要把要么名，就是名不是三个嘛，就是都是三加一，就涂四个，把杀掉四个吧。嗯，这个算吧。看看啊，没有，还有明明。等一下，让我看一眼弹幕。就是说我们玩那个，我们有那个预言家、女巫，要不打个电话给小嘴吧？丘比特叫你要选继续点。万一你
你们俩会是情侣呢？不要，不在他脸。那你问这下一把的那个特别特没有，然后哎没了吗？我有纸，有吗？有啊，嗯。我还不跟他连了，我跟你说，他那么会玩的人，一看就死得很快。好，本轮我是上帝啊！那我跟他连，那我死得很快。刚刚那个刀里，我跟你说。你刚才有没有？那大家看，如果我第一个死了，他就是狼。你刚刚有记东西吗？没有。有必要记吗？没有必要。然后本轮的话，狼杀掉所有的神。等会我要第一个死，就断绳刀我。我又没说刀你。好，你针对我。本轮要是神全部死掉，就是狼获胜啊。对，是这样吧。我当狼的时候，马二林都没有第一个死掉，我怎么会干出那么幼稚的事？好，那我现在准备发牌了。我要屏蔽弹幕了，各位，拜拜。弹幕怎么屏蔽？就土地当狼的时候。为什么要屏蔽弹幕啊？他们可能会场外。场外。可能会场外吧，我要把弹幕。场外是什么意思？他们会在弹幕里跟你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告诉我的，对不对 ？I hate you. I hate you. 哈哈。断狼人，你是开了直播是吧 ？Yes。断狼人。突然入座。你们不要后悔。冠名挂上，你不后悔。王瑞奇很沉默啊，王瑞奇最近。没有开始，我一直都很沉默。你刚刚不是这样的。他刚刚沉默，他已经沉默好久了。你刚刚也很沉默啊。他看我表情。好，你笑。你大家，明好自己的身份啊。我可以把眼镜摘下来给你看。眼睛大了不起，快看我表情，各位，真的很了不起啊！是你的两个大、哦，你不是上帝了，我是上帝，快看我表情，好、哎、呀，好，是什么？现在什么怪表情？第一碗，我不会因为你们影响我。闭眼，啊，烦，好，请闭眼啊，嗯，那个丘比特，请睁眼，丘比特，啊、哦，请选择你要连，麻烦别给我比数字。我现在来拍一下两位恋人的那个身份啊。你多走几圈啊，因为场子太小了。嗯嗯、请睁眼，表确认对互相的身份。好，确认完毕，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你们要今晚杀谁。我再确认一下，本轮你们要杀的人是，不要杀我啊，什么意思啊？请你们商量好。哎，我求了你们。好，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请睁眼。好，本轮死的人是，你有一瓶解药你要救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好，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好，预言家，你要查验的人的身份是，我再确认一下。好，他的身份是，好，预言家请闭眼。好，天亮了，先上镜。有，接着接着，谢谢。还有谁？十号。
上吗？你们要上吗？好，那我们就我这边挑了，挑小公鸡填到谁，我就选谁。好，你先发言。你先选我。谢谢。就是说我一般玩狼人杀，就是抽到神职牌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上一点一下。所以，但是我这把拿的不是什么，谢谢。上环节啊！你们都上井了，我还想来不及了，算了吧，来不及了。下一位，好，我是预言家，然后我的金水是九号，因为我为什么就是有一点点不太靠谱啊。然后要然后反正就是十号是我的金水。然后假如我现在如果就是这一轮我当选警长的话，就是投票的话，现在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投，反正就是十号是我的金水是肯定的，然后我到时候再看一下警徽流流谁吧，然后就过。嗯，警长吗？还有谁？没有啊，我不是。你还该选一个留给谁了。十号发言了，十号为什么上去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个就是感觉我游戏体验会很差，所以我就想着第一把就赶紧先上来发言，万一等会儿起来我说我被刀了，我就整个凉凉，没办法发言了。但是我是一个，怎么说？你们猜我的身份吧。但是现在井上反正只有十号一个人出来说自己是预言家，我姑且先相信吧。如果井下还有人在起跳说自己是预言家的话，你再说再议。反正井上只有一个预言家的话，我肯定是会，我没有上票功能，但是我倾向于肯定是上号上票。这个井上。还是要跳出来说的，因为。两人局势就会挺惨的，然后我也是你说你是预言家，是不是？嗯。然后你说你念他是好人。嗯，他是我金水。我怎么说嘛？不知道怎么说。没事，你就滑第一轮，滑一下也行。我想说这局我真的是个好人，我真的是个好人，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我真的是个好人，就这样，拜拜。不是闭眼玩家，然后身份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就这样过。我就是刚才，反正我的游戏习惯就是一般都是就是说拿着好人神职牌都会上下子，所以我这次就是一个铁铁的好人。但是我希望这次大家，因为我也是在挡枪的嘛。哎，你衣服，这里穿，往上面。然后我就希望其他大家还稍微藏一下，就是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次是屠边。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他和上帝的对话我觉得有点暴露了，然后而且水水这个就是好不是好的身份，是双马到
因为如果验也有可能狼会第一轮就是想要上警长这样，所以可以验一下他，这样会局势比较明朗一点。对，好，到我了。就是他自己是，而且他上顶，他说自己是神。我觉得如果你初为一个好人的是第一轮，现在心里因为你是流，因为第一晚是平安夜，女巫的药已经用出去了，对，所以就听后面怎么。然后女巫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还算是一个新手中，不是高端。而有人跳自己身份的话，他是肯定会跳出，他是肯定不会上票给这个人的，所以谁是在我身自己身份，如果在他不是就是所以他感觉的话，他们应该也两不一。如果你第一晚上，就是你把自己藏好，练出编辑，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在我这里有点不太做好，我啥也不是这场。好，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很高。首先，十号是我的金水，是一个有。甚至就不要再跳出来了。你没有资格说话。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第一轮会归票归到二号这边，然后我打算下一晚就是想验一下，你活下去再说吧。验一下那个刚刚让女巫跳出来的人是九号。如果他没让你，他让你不要跳。哦、
可能会验一下。等一下，你验了，万一他死了，他能告诉我们吗？我等一下，我会验一下。不是被刀了没有语言吗？他会飞。听我说下去。好，你说。我的警徽流是一号下一轮，然后如果我把，就是下一轮肯定会走嘛，然后我把警徽留给，如果我把警徽留给了，啊，就是如果你把警徽给他，他就是好的；如果他走了，如果你不给，你把警徽留，对，对，哎呀，对，我就过。就是他手上有张警徽，如果是好人，他验了一号，好，可以玩家投票，所有人都投二号，我要投七号。好，二号，你们会后悔的，因为是图片，你把我杀了，你们会。完了吗？啊！你们等着后悔吧！啊，有猎人吗？有，对不起，我刚忘了那个没不重要。我跟你说，有四个神呢。好，你看你得了。好，现在。真的好，那我顺便给你，没关系，你先闭眼吧。然后，狼人请睁眼。狼人选择你们这晚要杀的目标是，好，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本轮死的什么毒药你要用吗？好，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是，猎人请睁眼，猎人请睁眼，好，猎人请闭眼，天亮。你选择发言顺序，往这儿。怎么说呢？孙云山死了，是带着身份死的。然后，不知道为啥上一局就是说到怂狼这个，我根据我的第六感，我觉得王瑞琪应该是其中一个。哎，你人身攻击。纯第六感，然后别的其余的名字出来。既然一号是金水的话，那只能说明他可能是逻辑没盘好，或者是然后被人怀疑。其余的也没太看得出来。我来什么？我不是平白无故怀疑马玉玲的，我也不是说跟他关系不好对着干。他这一轮的眼神跟他上一轮完全不一样，很锐利是吧？好关心他，我看看。不是说眼神很锐利，他就是真的就是你说不上来，但是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还有王瑞琪啊，快说废话，就是不一样，就是你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不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法言表。我没有。我很想把我的行踪偷给你们看，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真的不知道怎么，我真的不是跟他对着干，但是绝对他这局绝对有问题。警长现在是一号，他我怀疑他跟王瑞琪。有两个都觉得我有问题，那肯定就是因为我这次真的是个平民。为什么我的眼神跟上一轮不一样？我上一轮是个神，我这一轮是。我这一局是比较。
我不知道他是啥，但是反正我是平民。对，好了，我说完了。好，我觉得这个不能从人状态上来说，毕竟刚开始玩的时候不是很了解，然后现在第二把渐渐的可能就是有点进入状态，太承认了，在找感觉，而且我刚刚还吃了还吃了两块水水奶的。我不对，其实像上一把五号他说了他是预言家对吧，然后他晚上查了一号，他第一天晚上查的是十号，说酒吃太多了，他现在就是肯定就是大家肯定都默认认为他这个身份肯定是对的挺好人，而且他也被狼人刀了的话，那肯定就是说跟着警长走吧，但我就是我现在场上有三你有点不必，你有点 face 有点你得了吧你得了吧，然后然后段奕晨在我这里的身份不做好也不做坏，因为他虽然一通彩，但是我觉得都是情有可原对吧，看起来也就这样，你平时看起来也就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份我现在抿不出来，不做好也不做坏。然后我问你个问题啊，我第一轮问谁给甜甜上票的时候你是没有上，因为我想把票留给我们的队长，但你没有说，我当时我说全员上票的时候你没法。我其实我不投给他，那我肯定投给甜甜啊。我现在其实不能对话，其实在我这里哦对不起我忘记了，其实在我这里就是我觉得他的身份其实还行，然后谁的身份还行，三号，然后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因为你也是睁眼就开始踩王瑞琪对吧，然后关于玄的话拧不出来，但是我个人的话也是在王瑞琪，我真是让人难懂的女人啊，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我觉得还是探警长过。哎，首先我真的想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水的退水了没听清楚，所以我就把我的票留给我们插队的队长，是这个样子的，我要是知道他退水了我就肯定把票给甜甜的，然后王瑞琪他其实玩什么身份都是那一个样子对呀、啊。所以说就踩他的人吧肯定也是有理由的，但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没办法说他是好是坏的，我就是一个名，好就这样过。我脑子真的不发言啊，说实话我也觉得王瑞琪买有点不好我上一把就觉得他俩状态的不太对，因为说实话大家发言就是怎么说呢，很相似，然后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靠看状态的人嘛，然后我就觉得王瑞琪买有点在我心目中不太重要，但我心目中我还是觉得孙颖珊像那头狼出去的，对，我还是觉得他像那头狼出去了。然后这一轮发言，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比较做好的是李珊珊，因为我感觉你两轮发言都在帮好人做事儿。然后冉蔚没什么发言，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形象偏好，是因为他对那一轮确实，因为我有注意到他，他一上来他就说，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要给我上那一票。是警长嘛？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反正我是觉得王爱琪和马伊当中必有一个。好难啊！我刚才说是想让你无跳出来，是想在就是后期，如果说就是排不太出人来的话，起码能把好人排出来。我是在打架吗？然后既然田书丽是就是。预言跳出来，预言家没有人跟他对跳，然后晚上王预言家，然后所以现在我和水水肯定是全场身份最高的，就是铁好人。然后说实话，我比较想，我不懂段璇，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但是我有你跟我这么久队友，你不懂我。就是他有两个行为让我觉得不太算好。第一个是在第一场，就是大家都在那个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要把孙雨珊票出去的情况下，他自己一个人指了马玉琳。然后我不知道是，他要是觉得不对劲，我才指他的了。就这个行为，首先在我这儿就是不太做好的，除排除你们有一些个人的恩怨的情况下啊，然后。引到一个，因为我是王尔奇，除了比较沉默，没有特别。我们队的人都挺蠢的。我一这样冒，这一轮因为没有其他再让我觉得行为特别不做好的人了，哎，不会后悔的。就是因为一上来就突然踩王尔奇，然后我觉得孙雨珊我还是觉得是老。虽然他是我的搭档，然后就还要去喊不要提一嘴，那我觉得要么狼就是孙雨珊，就他们三个，但是我觉得狼三个连号也有点怪，我觉得要么是孙雨珊，然后那块出一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我会把白爱刘贤、王瑞琪和马玉琳三个人里独一个人。然后因为女巫肯定现在还知道一个好人嘛，就可以酌情，就是因为她那第一轮发然后我归票断选，你得罪我了威胁人下一场归投票，我这是你这是七，这是八，这是七，行，在我家那边是七。目前投你那是几？七啊，你这也是七，投七号的，你七票是吗？两票，投七票了。投七号两票，四号两票，两票 battle 吧 ，battle 吧，平票 battle。警长不投票吗？哦，投他呀。哦对对，那就是投一下，确定了一票，你确定？好，那本轮。四号出局，十号也出局了，十号也出局，十号是，因为我们两个是情侣啊，你们一带带走两开心吗？陈宇自开心吗？你是狼呢，快点，我还能那个啥吗？可以啊，马云蹦蹦，好，你是猎人，哼，四号带走七号，有意，等一下，我游戏有没有结束啊？没有。我是女巫哎，我知道。我是女巫。那他有盐吗？我有盐，都有。土编局吗？我是女巫，但是我没办法给你们更多消息了，因为第一晚上我被刀了。猜到了。然后，我就知道，我跟他一起，我真的就是他立马死得快。哎，是你被投出去，我被带走了。你可就说慢，淡定点。不要吵，不要吵，好不容易活过了一个晚上了。然后，因为我分析下，我还是觉得啊，我是狼走的，因为这个局面也证实了，游戏没有结束。他是猎人，我是女巫，预言家已经出局了，那场上那个二号一定是那头狼走的。然后。那场上还剩两头狼，我始终认为马玉琳跟王瑞琪当中一定出一头狼，我个人的感觉。马玉琳也被带走了，对吧？马玉琳被带走了。那在米妮里，王瑞琪。可是我没有说。是土鳖。对土鳖。不是三神的吗？还有一个丘比特。哦。那场上还剩下个丘比特。然后丘比特是神还是？我们不管你图名还是图神，都要把丘比特图掉。然后愚蠢的猪队。那场上最好的情况还剩一狼，最坏的情况还剩两狼。但我觉得马林是那个狼，我真觉得马林是那个。那反正不管，那再盘嘛。然后我觉得李珊珊的发言挺好的，然后味道心。那剩下我觉得比较怀疑王瑞琪的有些，但也可以
再听听。但李珊珊的发言也不一定，因为虽然他在帮好人做事吧，但是他听起来比较会玩的样子，万一他就是靠自己的发言去蒙蔽我们好人，但是没办法，没更多信息可以盘了。那我这边发言就这样，也没更多信息了。来，思恒，可以给我一个。我来了是吧？我想要说，我为什么大家都在投那个人的时候，我投他，是因为等。这一圈发言下来，我看到他确实有问题啊。然后大家投他，对啊，大家都投他，那我投不投他有什么？反正投不投他，他不就要走吗？那我就想让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他这里来嘛。对，你们投他，你们把他投出去了，没有关系。那我就想告诉大家，除了一个他之外，还有一个他很有问题，这有错吗？谁？你这个逻辑有问题，我跟你说，我说他完了是吧？还没有呢。OK。然后他真的很不对劲。这剩下还有两批了，要么就是冉魏马云，要么就是马云林王瑞奇，刚才秦始皇或者李珊珊，但是李珊珊可能性比较小，就是女人的直觉。嗯嗯，结束。然后我觉得四号的发言完全就是凭感觉的，就是没有一点的，就是逻辑。你为什么有异议？我为什么没有异议？他被我棒走了，啊、棒走的有异议啊。对啊，我就觉得这轮对啊我就觉得如果发言本来就是看逻辑，你凭感觉，那凭感觉我还觉得对面都是狼呢，就是要杀我要害我的都是狼，那我还可以觉得你是狼，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逻辑不成立。因为谢谢你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没有证据能够认定我是狼，然后就上来一通踩，所以被我带走，把我带走就带走呗，下一把我是狼，我绝对第一个杀你，气死了。段一下，大家记住，下一把我第一个死的话那就是他。好，一言结束。第三碗，那个秦碧，天黑秦碧。好，狼人请睁眼。狼人本来，我站起来，稍等。狼人选择你要杀的。好，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本轮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神药，你要用吗？好，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你要查验的身份是，他是。好，那个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你的开枪状态是。好，猎人请闭眼。天亮了。上一晚。三号倒牌，我宣布游戏结束，狼人胜利。我就知道冉魏很可疑，冉魏特别可疑。谁是？天哪，我猜他是丘比特的，因为我是丘比特。我来说一下啊，说一下我们。陈宇寄票给他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这两个是情侣。我们情侣是四号、十号，狼人是二号、七号、九号，预言家五号，丘比特三号，女巫十号，猎人四号。天哪，我太蠢了，我还在算票呢，我说算着让那个我是能去当警察的那种，当警察的那种直觉，好啊，我不是纯直觉。对啊，我非常后悔。对啊，投了吗？弃票了，因为我在算票，然后因为我刚刚想的是不要投，结果忘了。我为什么怀疑冉魏？我忘了，天哪，我忘了，我不是因为在说图片还是图层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真的很不对劲。谁是狼？所以，我以为要么是，我在怀疑王瑞奇和冉魏一起的那个。对，因为他一上来就不小心冲我票，狼人回来了。其实他在说比赛的时候，我虽然闭着眼，但是我比了你们两个。然后那会儿刘贤说他是有一个身份，但是他那个身份不咋地，我就觉得你知道吗？没有，我说的是我没有身份。闭眼玩家是吗？他是闭眼玩家。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就是我在这里写了一个陈玉谦不是丘比特，我本来想写刘贤是丘比特，我又怕我后面那个人看得到。反正是个小马，真的。你状态跟第一把差太多，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就见了他还在狡辩。而且第一晚的时候，第一晚你知道吗？第一晚，他坚决要杀你，冉魏，坚决要杀你。他们两个，马瑞林和冉魏坚决要杀你。就当时我说的是，到底是他还是他？然后这边一个给的是九，一边是十，我都不知道是十还是九。第一晚。
我又被连，又被验，又被杀，还要这么多？谁让你那么会玩？有必要吗？我觉得是无语了，好毛一女的。主要是这次这个猎人刚好连到两个神，如果猎人数据就很难搞。我来当上帝吧。没想到，我上一把有点。那个草率，能不能有个手刀手验保护啊？各位，手刀保护吧，不要再身份牌给我了，难受了。号码牌不用给我，身份牌给我。对象啊，比如人家陈雨姿，你后悔吗？可以，我后悔，你是神，你玩的这么冒险。我哪里冒险？我一点不冒险。全是演跳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马玉林有问题，这个逻辑有错吗？对啊、你有点太过愚蠢。好热，嗯、我真的以为冉薇是丘比特，因为没想到刘贤会留我。谢谢。这样子啊，天才一次，我真的拿到。冉薇当了两把的狼，我是吗？都赢了，开心。我这次一定是敢，我就瑟瑟发抖，我就装傻。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什么都收不到，我觉得他没有，稍微有点神经病。我连他们两个其实是我心里抱了一个想法，我就是在想担心他们如果是一个好人，一个狼。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微信啊，我看一下微信，马上回来啊。现在天黑请闭眼，都闭好啊。哼，好，丘比特请睁眼。丘比特，好，选择你要连的人是给我比数字啊。好，丘比特请闭眼。现在我开始绕圈，被我拍到的就是情侣啊。好，我现在拍完了，请丘比特闭眼了啊。然后那个。情侣请睁眼，互相确认身份。确认好了吗？好，情侣请闭眼，然后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确认你们要杀的今晚要刀的人是归票啊。好，那个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请睁眼，女巫请睁眼。
睡着了。好，上一把被杀的是，好，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好，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你本轮要查验的人的身份是。好，他的身份是。好，预言家请闭眼。等一下我改一下公告。好，那个猎人请睁眼。猎人请睁眼。猎人，你的开箱状态是。好，猎人请闭眼。那个，好，天亮了，请上警。啊！啊！啊！吓死我了！为什么？怎么了？干嘛？哎，说好的。算了，我来吧，继续吧。说好的什么？好了，继续吧。说好的什么呀？先上警啊！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嗯。啥呀？嗯？没有，我就觉得刚刚很好笑。不会他俩又被连了吗？小心脑袋小了。不会吧？应该不会连同一队吧？没事。万一呢？好了，理解错误，我收回我刚刚的咆哮。这个，我站起来，我来跟他确认。谢谢。好，现在上警的是几号？来上警，九号，还有吗？如果没有，就直接什么？只有他警长上警上警。好，四号还有吗？好，四号九号，小公鸡。算了，我退了。啊？你确定吗？我又没有什么必要。他上。好，你真退吗？退不退？我退，你就上呀？为什么呀？因为只有一个人。不好，是不是？那我退班给他来吧。现在八号九号上警，小公鸡选大熊，我就选谁？九号先发言。我是预言家，我终于不是狼了。我如果是狼，我也不是那种敢悍跳的人。然后我的金水是水水。可是你刚刚，第一轮你是狼，你也跳了呀。你没有跳预言家。我没有跳预言家呀，我不敢跳的。但是就是因为我怕，我确实不太会玩哈，所以我就赶紧第一轮跳出来，说我的金水是他。他为什么哭呀？就是这样，因为他感觉要死了。那我退水，因为我以为就是我觉得狼里面肯定会有一个人上警，但是如果他跳预言家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个预言家身份还挺做好的。可是杨斌为什么哭呀？你等我就知道了。那就是没有人，他自动当选警长。嗯，好，那本轮警长就是那个九号饶卫，让饶卫选择你的发言。哦，不对，我先说一下，昨晚平安夜，好，你选择发言。好，你选发言是警左还是警右？我想想，你是几号？九号。不重要吗？警右吧。警右吧。警右是谁？这边吗？我吗？警右是这。哎呀，我想听杨斌一下。他最后一个。他不是警左，不是警左是八号，警右是十号。啊，那就警左。第一晚上平安夜的话。平安夜我第一个发言，我没有什么好发的。一般情况下我很喜欢看谁上，靠谁来上警来判断，就是谁是狼，或者谁是预言家，或者谁是平民。也判断不出来，但是我会根据谁来上警来判断这个人身份做不做好。然后刚刚只有冉薇一个人上警的时候，我在想，按理说狼里面应该会有一匹狼会上警，但是他上的这么决绝，然后又非常果断的认为自己是预言家，认为什么？就是非常就是果断的成为就是跳预言家，然后我认为他这个预言家身份还是蛮做好的，
因为他这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不会，就当了狼也不会悍跳预言家那种人，所以我就退水了。然后从这一轮，我觉得又是一个怂狼局。你笑什么？你别笑笑嘛！马伊琍看着我，马伊琍看着我。我就随便笑笑。他在说马伊琍。不是，我只是刚好看到那啥，没关系，不要管我。让我来观察观察。没有场外。对我笑弹幕。我一直都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发言才会显得自己不那么的笨。但好像不管怎么说都很笨，就是。你知道就好。就是我不明白，就是狼人为什么要当警长，然后有时候他又不当警长。这就是你不上警的原因，当狼不上警。反正我也不知道啥是跟警长吧，我是平民。我也是平民。你两只，我真的是平民。然后滑雪凑对，真是凑对了，不能对话。然后冉蔚，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就是我感觉啊，我也是感觉你有点不对劲。然后因为你刚说你不是很会玩，你明明很会玩，然后我没了，我再看看下一轮再说吧。好难呀，因为前面都在滑水，前面发言都在滑水，反正这一轮我会就是跟着景对，那个这一轮反正只有一个跳预言家，那我肯定是相信就是九号是预言家的，但是所以我这里想要轻怀疑一下，轻踩一下六号，因为六号踩了九号这个预言家的身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预言家跳出来，那我肯定是相信预言家的，然后就是看他归票吧。然后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怂狼，就是我真的觉得可能这一把就是也是怂狼，对，然后就过。Hello, 在直播，在直播。现在都喵咪跑了。啊，布丁。布丁吗？不是布丁，不是布丁。布丁应该是那边。什么牌子的吗？什么牌子的吗？什么白色的？布丁。是那个奶包的吗？是吗？应该是吧，应该是。你发言。他们会回去的。再没有跳，就是因为我自己用过这一招，所以我知道，就是那种前期就是一直，哎呀，我不会玩，我不会玩，怎么怎么的，就是用这句话来蛊惑人心，其实是那个，就是他可能就是确实也有可能就是三局抽到狼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连续三局都抽狼，我一定会说，哎呀，不可能三局都抽狼吧，哎呀什么什么，如果我是狼，我肯定不会怎么的，我肯定会说这样子的话的。完了，把我玩法都说出来了。那反正如果后置位真的没有跳预言家的，那他就是预言家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杨冰莹是金水，杨冰莹笑了，所以我特别想听杨冰莹。我听杨冰，他哭了，他不笑了，所以我特别想听杨冰莹待会儿说这个怎么说。然后如果待会儿跟你说，我知道你不要出。家，然后这真的是怂狼局的话，那我有理由合理再怀疑一次马玉玲，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狼的话，他就是怂狼，对。然后如果他真的是预言家的话，王瑞琪莫名其妙的怀疑一下他，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因为王瑞琪之前也没有莫名其妙怀疑过谁。对吧？只是因为我踩他的时候，他怀疑过我，也是因为我踩他而已。那人家冉蔚也没有踩他，他为什么突然就莫名其妙怀疑一下冉蔚呢？前两局也没有怀疑过别人，对吧？然后，对，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到时候再说吧。还有要说的，到时候再说吧。好，三号发言。我是三号，就是我身份就是一个平民，其实也看不出来啥，但是觉得冉蔚预言家的可能性大概有80%吧，剩下20%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是个狼的话，发金水是一件很容易坐实身份，同时也不会被怀疑的行为。
20%的存金。嗯，就这样过。好，二号发言。纷纷的闭眼玩家这把，大家把我票出去，我猫猫过敏了。啊啊！好难受啊，把我票走或者啊，你对布丁过敏了。然后狼人下把把我杀了也行，好想走。你不能，一定要玩到最后。你要不戴个口罩？对，戴个口罩。戴个口罩呢？你先戴个口罩吧。我把布丁抱回去呢。布丁在哪儿？布丁在床上。在这儿，你看。哎呀，他好可爱！哎呀，好可爱，宝贝，谁拍了个照？我手机，就是说，那我们甜甜给你。狼人下巴对我好点，把我杀了。我猫猫过敏是不能闻猫毛吗？嗯，它会打喷嚏。我对不上焦。我是一号，然后现在只有两个人跟跳预言家的话，我还是就是在没有人跟他对跳的情况下，我还是肯定。就目前肯定就是长生就有这一条信息，就肯定信这条信息。然后水水是他发的金水，就水水也是好人。然后我其实有点怀疑八号，因为刚才在没有人跳警长的情况下，然后八号本来没有跳，突然跳了一下，在我眼里这是一个狼人突然觉得哦，我是不是有机会当警长的一个行为。然后后面呢，在冉蔚说了自己是预言家的情况下，他说我退水，在我心里他想给自己做一个好的身份，所以才这样做，所以我比较怀疑他一点。然后看发言状态，好，应该是好人，因为我感觉他们俩的发言状态，你就是 PDST 找坏人的。我把他放回去吧。根据目前的发言情况，我也只能怀疑一下王瑞琪，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怼一下这个场上的唯一跳出来的预言家，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王瑞琪是预言家。但是我看他的发言的状态，就是他是轻踩了一下，又不是那么确定的踩，所以我倾向于觉得他不是。所以我目前在我心里狼坑是王瑞琪和李珊珊。对，就是目前是这样吧。下一个吧。嗯，我倒是觉得李珊珊那个行为在我心中是做好的，因为我第一轮也，因为他就是他那个行为，不管他上没上瘾，他最后的行为就是他把警徽给了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因为虽然说大家也有可能不会去投他，但是他那退水的行为就相当于心中他这个行为是稍微比较做好的行为。只是踩他这个行为在我心中就不太做好。然后其实我当时听王瑞琪的发言也觉得挺，就是他说说什么，他说反正他就踩了预言家嘛，所以我当时听他那发言我也觉得有点刺，所以我也当时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太做好。但是王瑞琪本来就不会玩，他可能就是乱踩一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后面发言，你想听为什么我要哭是吧？是因为我刚刚就是发生了一些判断错误，然后我就尖叫了，但是后来发现是自己搞错了，所以我就说了个没说是吗？不要跟我对话。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用手验我啊，真的很过分，爱你哦。我觉得这一轮看警长怎么想吧。现在在我心目中，我觉得身份相对来说比较做好的有二号，这个想逃的，想走的，但他是真的有点感觉。还有李珊珊，然后还有小马，觉得小马这轮状态还行。听听警长怎么说吧。好，我先说，我这次会归票六号，在我这里特别不做好的是六号和七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我觉得如果当狼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怂的那种，特别是六号。哎呦，真无语。就是他不会莫名，他可能如果自己是神，因为我们这局就首先我这个预言家肯定是活不过今晚了啊，除非狼今天想带孙雨珊走啊，我也是，很乐意，救人一命。所以说这个王瑞琪突然踩我，就他如果自己是个神的话，应该也会把身份给藏好吧，所以这一局我会给归票他。然后马玉玲的话，
这也是状态吧。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属于那种就是开始动脑子的，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什么意思？平时不用脑子吗？原来是当狼才会有的行为。然后段奕璇其实稍微有一丢丢，但这局我会就是今天晚上我会查那个李珊珊，因为她也是一个比较会玩的，所以说如果她是好人，我会把警徽飞给她。好，就这样 over。好，本轮警长归票几号？六。本轮警长归票六号。好，其余玩家请投票。我投马玉玲。我投七号。好，就是四号七号互投，其余人都投六票。六号是不是？好，本轮六号出局，请发表。我有遗言吗？有的呀。就是我就是那会儿那因为那会儿两个说的不会玩，然后我才觉得有问题，然后就这个问题，但是我是真是个平民。就是跟沈说的差不多，我确实还没弄明白，然后我就怀疑了冉蔚，然后没有想到后面真的没有人跳出来当预言家。没事了，他勇敢的没关系。好，预言结束了吗？好，结束。没事吗？那个天黑请闭眼。好，狼人请睁眼。狼人选择你们要这次要杀宴的是啊，我们狼人商量的比较久了，我再确认一下你们是。好，那个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本轮要死的人是，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好，女巫请闭眼。那个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本轮要查验人的身份。好，他的身份是。好，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本轮你的开箱状态是。好，猎人请闭眼。好，天亮了。本轮九号玩家倒牌，没有遗言，自爆进入下一轮。果然他要移交警徽。好，那个然后八号自爆进入下一轮。哎，警徽要留吗？他留了是不是？好，为什么要自爆？狼人请睁眼。狼人选择你们等晚要查验人的身份。狼人选择要查验人的身份。啊，我查了。sorry， 我查了找一个人。狼人请闭眼。哎，我的天，差点掉。那个女巫请睁眼。本轮倒牌的是，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好，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本轮你要验谁？那个他的身份是好，那个预言家请闭眼。那个猎人请睁眼。你本轮的开箱状态是好，猎人请闭眼。那个天亮了。昨晚四号七号
打牌，没有一。他们俩选择发言安静啊。现在还剩几个？没有一，两红。这边是谁先发言？这边的话是全死。这边全死了，只剩四个人了。对，哎，狼人说话我可以进二三，对，直接天黑是每一个五，就是包括我一共五个人，对不对？现在目前场上一二三五十，就五个人了。狼人四号可以，但是如果你是白狼王，你可以带人。一共就五个人了的话，我想想看，那就先从甜甜发言吧。昨晚死的是四号跟七号，就是女巫使用了她的毒药吗？那我可能会觉得女巫毒的可能是七号，因为之前发言有说谁怀疑七号，然后说要去，对，然后我就可能觉得，然后女巫可能是毒的是七号，然后我现在我就是一个闭眼玩家，对，然后。就看一下后置位的发言，我可能会轻，就是比较怀疑三号，因为二号的身份在我这边做好，因为他之前的发言就是，对，感觉像一个闭眼玩家，对，过。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怀疑我？没有兑换。就是我找不到他怀疑我的理由，然后。我这边就是一个闭眼玩家，而且我就也就只发过一轮的言，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就他就这样怀疑我，我觉得这是没有根据的。然后既然他怀疑我，那我也稍微怀疑他。然后对，稍微现在场上大概是还有两头狼，然后从四号和七号然后双死的情况下，我觉得七号狼面还是蛮大的，最好的情况下大概还有一头狼，女巫肯定是没了。我清采一下五号，过。二号发言。反正目前能确定的就只有水水和我是好人。然后前面发言都没咋听，不就是上一轮的发言，这一轮的发言我听。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刚才狼人在纠结杀谁的话，然后我觉得刘贤可能会想把我票走。队友，然后我怀疑刘贤。对，他们一些场外行，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场外打咩？李珊珊果然就是像我怀疑那样，他是狼嘛。然后我刚才说我心里的狼坑是他，王瑞奇。然后那在我这里，我现在剩下。方打吗？是三方作战。如果那个丘比特绑了一个狼人和一个好人，那他们俩就成为另外一个地方了。然后你跟丘比特，你们三个自动没懂第三方。
就是丘比特说，就是我们赢了的意思。我们赢了。我没有想到。上帝，你把上帝放哪里？上帝要宣布这个，所以你们本轮投票几号？我还是没懂，他不是好人吗？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好人吗？我是好人，他是狼人，你就变成狼人了。我们是第三方，对，我天哪，丘比特连了一好一坏，他们就都是什么？我猜的是你们俩连，然后你是那个，你死了之后你会把他刀了，但是你可以带走他，然后我们就差不多赢了。结果没想到，你怎么？什么意思？我还是没懂。还是谁是狼吗？我还是没懂。来说一下，怎么会拉下来？我有一号丘比特，然后四号女巫，五号那个七号八号是狼人，九号预言家，十号猎人。等一下，我还是没懂。我猜的完全哪没懂？你哪没懂？为什么？就丘比特如果把一个狼人和一个好人绑起来，那他们就是自动归为第三方，就是好人坏人都不属于。他们要把场上所有人杀光，他们就算是就是问什么？当学是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就是也不在我的掌控范围。问棒相争，渔翁得利，这种感觉。我们是会赢的，就是这种。哦，对，就是两个国家打，然后你们搁那卖兵器，这种感觉。虽然他跟我们是狼人，但其实他可能已经有对象了，所以就是其实他把我给杀的。然后好难啊！这狼是谁的？我们俩，对，狼人是五七八，然后第一晚那六号被杀，然后是个暴民被救，我是个平民。哎，第一晚是六号被杀。不是第一晚，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激动吗？嗯、因为六号是被投出去，我以为我被手刷了，没因为我是猎人。然后他给我是这样，因为我在外面玩的是，如果我是活着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很激动，杀我！我跟你讲，我自爆之前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像女巫，你像猎人，然后他像预言家，然后我自爆说先杀他，下一轮杀四嘛，我给你留了遗言，然后我以为他们俩连在一起，就是他死了就会带着他，结果没有想到连的是你们俩，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这样好难，我觉得有第三方这个好难啊。因为我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世界，我以为会按最佳拍档来。你是最佳拍档的头号粉丝，因为我对你们上海不了解，我就只觉得大家都瞎连了。对，那个走了是吗？那个孙山，对，我们还打再玩最后一轮吧。好呀，好，那我刀上帝吧，那完了，我牌还没翻呢。十号就没有，我去二号。那我们得少拿一张牌出来呀。对，刚才版本就是被猎人都还回来啊。那收什么牌啊？那就收猎人吧。收猎人，猎人行，没啥。哎，我的猎人牌我给你了吗？我们的20分钟结束吗？差不多吧。那边还有，就他刚二号都给我。你要去挂牌。我要。还有谁没？比命还重要的事。哦，对啊，我也要翻牌。这里。现在几点？11:26。你不会掉？要不中场休息翻个牌吧？啊！现在先玩完吧，我们20分钟结束，好不好？对，我们很快，我们15分钟，我觉得可以。那我们放下播了，我边播边买。那个，拜拜。你先把牌搞一下，拜拜，我把这边翻边玩。啊，你边翻边玩啊！你好牛！你确认过都有什么牌了吗？没，我只是都给你。那行，那一会儿再翻。我以为他们要，他们是要看牌啊。本轮那个水水上帝啊，你看懂我在？因为我白天翻了一部分。简简明白。我来吧。为什么觉得你们？因为你刚刚很暴躁。哎呀，真的好难。我就觉得，是不是能不能说两句话？你们不是我脑子转不过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玩。好难，就是你俩这样好难判断你俩到底是好人。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得分析。我觉得我的第六感好准。但是第一天分析啥也听不出来，对吧？来，家人们，玩法你开始吧。我应该去当警察。每个人好像都是呢。我真的很绝望，我又被上帝拍到那一瞬间。我知道，在那一瞬间头晕。大家看看自己的牌啊！好，哎呀 ，sorry。
我要做一个报名，上来就乱跳。狂躁了，已经狂躁。好，眼。天黑请闭眼，丘比特请睁眼。丘比特，请选择你想要连的对象，你想要拉哪对呢？哎，我再说一次啊，丘比特，还有丘比特也是可以，就是连自己和别人的，如果你想连的话。丘比特，请选择你想连的对象。我的肚子叫了，听到了。这么大声。OK， 丘比特请闭眼。这个丘比特不会是甜甜吧？这么闷。OK， 那现在我开始巡逻了啊，巡逻了，点到就是说你俩就是被拉上了啊。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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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OK， 那咱们就是说，请情侣睁眼，互相确认对方的身份。听见谁跺脚？喵啊哈！狼人，确定了吗？再给上帝看一眼，上帝瞎了。OK OK OK OK， 那等一下再看一眼。OK OK OK， 好，狼人闭眼吧。然后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今天晚上想要查验谁呀？他是，哎，等一下。可不可以闭个眼？等一下，我打个电话。等一下，上帝有业务啊。喂，你好。嗯，要睡着了。啊、哦，你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上帝要出去一下啊。啊！不是上帝的，你先睁会儿眼吧。你睁眼吗？阿姨。等会儿。猫咪终于到了，帮我接一下它呗。啊，清静到了，那没办法。哎，等一下一下，你帮我拿下那个枕头，这个是不是满头像腰疼？你一直蹲下来坐着，这么长。全部闭眼，嗯，全部闭眼。闭眼。狼人再睁眼，狼人再睁个眼，狼人。哦，好，狼人请闭眼，然后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今天你想查这个人，他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昨天晚上倒牌的是，你有瓶毒药，你有瓶解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天亮了。啊，不对，等一下。哦，我没事，没了，继续吧。天亮了。嗯嗯。上井。上井吧。上井。上井，好，点兵点将，点到谁谁先发言？又是我，你也上。我看一下我的微信。给谁？给睡票吗？好，请井下有没有人退水？有没有人退水？你们都不退水是吗？啊，那井下大家请投票，三二一，我弃票。
你投几？你投一呀、啊？啊九啊？对九。你投几？七。这是七。我七票。还有人投票吗？我是二，我是二，我是二。我投二。那再发一轮言。啊，谁先发？谁跟谁发？你们三个人一人一票，我的发言抓啊抓！你们真的好好发言，求求你们好好发言。能不能从一开始算发言？我很想听。可不可以讲普通话？这就是普通话。好，那我再发一票，就说我再说一遍，我再重申，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好烦啊！然后呢，本轮本人上井就是一个。看你们随意投吧，没什么好说的。下一个，好，我是冤家，我昨晚上查了，丝毫他是狼人。哎，怎么会有人第二轮跳冤家？哦，对不起，不跟你对话。所以虽然我准没错。OK。我咋就不相信呢？你呢？OK。你怎么问？你换一个人查，可能人家还信你。首先我不相信他，但我确实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一局吧，我觉得咱们啊，先不要投这个小马同学吧，这个第一轮就把他给投出去。哎，你好紧上来，你又不是引导大家。我不知道了。什么？我乱了。我乱了。我继续想，你先讲，你先想。但不得不说，我真的很怀疑他哈。其实这个二号也有一丢丢，就因为我肯定是个铁好人，我这么说。怎么就这么确定？但这个预言家，因为是前两局两个预言家跳出来，就是第二个晚上都被刀了嘛，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可能就是这一局不跳了。没事啊，上帝不是有意见。就这样，我是铁好人。好的。所有人请投票，如果大家投不出来，这张警徽将会流失哦，告诉你们哦。三二一，请投票，跟我一起冲。投二号请举手，一票。投七号请举手，两票。投九号请举手，一票。七号当选警长。怎么会呀、啊？怎么会、啊？我真的是，赶紧让我发言。谁投了二？能不能告诉我这局？只有他，只有四号，好，平安夜。先发言好不好？从这边开始，他不给你发言，发言吧，发。无语，真的无语，冲就完了。谁让你前两晚冲就完了？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如果全场只有一个人在跳预言家，也没有人跟他 battle 的话，那按理说他应该是预言家，但是有人在踩他，然后有人在踩他的话，我觉得按理说踩那个人让我觉得身份不应该做好，但是我觉得莫名其妙踩他的人，谁踩他来着？我忘记了，我也踩他。九号，哦哦哦，因为你们是竞争对手，但是我觉得总不可能井上三郎吧，井上，哼，我这双眼看透了一切。我很喜欢用这个，但是主要是因为按照我对段奕璇就是个人浅显的理解，因为我们两个算是今天晚上才开始就是有了解。明明我们开始罗丹的时候都认识。哦，对啊，什么？然后。我觉得像他查上了段奕璇，但是段奕璇没有跳脚，这点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这脚还不算跳、啊，他没有太跳脚了。哦，好。但马玉林在我这里的身份不算特别好，所以我这个警徽我就谁也没有投。我这里比较偏向的是其实是冉蔚，但是冉蔚在踩这个就是唯一一个跳预言家的人，所以他在我这里身份也不是很多好。但是我又不是很喜欢郝静怡的普通话，所以我
好敬意。那么好吧。你姓毕龙。Yes， 主要是这普通话真的很难这样。OK， 下一个。带我了是吗？对。对，哈哈，我是预言家，傻了吧？查查他，第一晚就验到了。啊，这个也不是个好东西。查查谁？啊，查查你呀、啊。我。这将是最快结束的一局。还在那给我算呢啊，给我装啊。所以说。不是，我真的在说。你不知道。谢谢大家。查查，查查我。所以说你有在保他踩我的嫌疑啊，没有想到我是预言家吧？啊，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刚刚看到唯一一个投我的人啊，刘贤，就是唯一一个投我的人，所以他肯定是个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在井上的发言就是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他这个跳预言家踩邓丽璇的行为吧，就咋说呢？太蠢了。就姑且邓丽璇是做好的，然后我看一下我下一局验谁，我肯定是不过的，我肯定是不过的，我就这样玩儿，放屁！啊，我在我的那酒店背后的东西。然后我看一下我查谁吧，对对对，如果这样，我姑且算他们两个是对立面，我查小马，如果小马是坏的，我就对给邓丽璇，好，就这样。还用查呀？你们是从那个停车港弄进来的是吗？然后你是走到底，然后左转，马上右转。等一下，首先这一轮两个人跳了左转，马上右转。然后呢？然后门口有很多花花草草的啊，玻璃门。我原来觉得这还不明显呀、啊，陈宇姿，我天哪，这脑子。小马第一个跳预言家，然后踩了段璇。我原来以为这局是他两人必须出一个的面，对对对，结果现在又来了一个跳预言家。然后说李珊珊是狼，那这个就变成了，对对对，但是他们两个人里，我倾向于相信冉威，我倾向于相信冉威一点，所以如果说我相信冉威是冤家的话，在我心里李珊珊就占了一个狼坑，然后那小马突然跳出来踩段璇的这个做法，在我心里也是不做好的，那小马就是第二个狼坑，好好好。铁狼啊，这两匹，然后两个狼坑了，第三个那段璇在我这里也是好人，然后一个好人，段璇一个好人，剩下一个狼坑啊，对呀，突然想到，我刚也想起来我没回给。但是郝建怡又像郝建怡，在我心里又不像是狼人悍跳，先保留吧。这一轮我应该会投李珊珊，对。下一个，啊，我要发言了，就是那个我来。你要是说话说的正常一点，你可能跳。我来分析一下刚刚的局势是这样的，就是。首先马玉林跳预言家，他是第二次竞争的时候来跳预言家，所以因为他之前上井的理由是他想给自己一点存在感，所以我觉得他自己跳预言家可能也会存进入天黑，自爆，所有人都不能说话，进入天黑，我还没发言呢，你好烦哦，自爆，进入天黑，天黑请闭眼，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等会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确认自己的击杀目标。狼人请确认自己的击杀目标。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今天晚上查验目标。他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倒牌了，你有瓶解药，你有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九号倒牌，九号请决定自己的警徽归属。他没有警徽，在我这儿，你以为我有警徽？对啊，我以为哦，没事了，没有警徽，我也以为我自己有警徽。好了，那发言吧，警长请决定死左死右。你要有点良心就让我发言。死右，死右的话就是 死者的右边，这边那就是王一奇。对啊，
就我是平民，然后这两位他已经这样了，那哎呀该说什么呢，要不甜甜说吧。其实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第一轮就是锦会看你上锦的时候你看着我干嘛，看你眼神像一个甩别，就是上锦的时候我投是七号，是那会儿只有他跳预言家，就是所以我才选的七号，因为大家太乱了，都在乱说，我都不知道该投谁。但是我现在因为九号走了嘛，我现在相信九号才是真玉，所以就是所以马上你被出局，所以哎我也不知道，段玉璇在我这边身份应该是做好的吧，谢谢你，因为我相信九号是真玉，嗯，然后过。跟我说是吧，你说马玉你真的太蠢了，你说你一个狼人跳预言家，你跳一个跟你没私人恩怨的，你去查人家，人家肯定不会觉得什么，查啥，你这太蠢，你这完全是自己撞枪口上了啊。下一个我其实我觉得陈宇姿刚刚那一番话，包括他说话的那种逻辑和状态，我说不上来哪几点，因为我也没仔细记，我就是刚刚当时那个感受，要么你就是狼，要么你就是蠢，真的。然后甜甜其实本来投甜甜跟王瑞琪投的马玉玲，对不对？对，真的，王瑞琪这局也没说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平时没跟您咋相处，不知道你就是这样。你这一局你真的你前两句还说两句话了，你这一局什么话都不说，伪装。那甜甜就是有一种甜甜他说很不I don't know Let it go就是比较坏的一方，我觉得他在我这边最开始是把我上一轮没说完的话说。严家。因为他确实比较认真，但是这怎么是湿的啊？完了，郝金要暴走了。为什么是湿的？哪里是湿的？郝金爷发疯吧！我上次在你这地毯上吃的东西，你差点把我连人带被子赶出去。哎，真的，你不能双标，你真的是绝对的。这个哦，是这个袋子，袋子是漏的啊。好，没事儿，没关系的，没事儿。我要充电。没事了，瞳孔地震了。
还有哪有纸啊？在哪里可以充电？这是什么？这儿有毒药，生气。碧桂香。芝麻纸。生气。不要生气。魔鬼留地。嗯，我要充电。不要生气。我要去那边。哎，快把晶晶给郝晶莹，快把晶晶给郝晶莹，快晶晶，就镇住，把郝晶给镇住。郝晶莹，郝晶莹没事，郝晶莹没事，郝晶莹。对，快快快快，吸猫吸猫吸猫，抢救抢救！在镇郝晶莹呢，还活着吗？郝晶莹，快点，我在打120了，马上马上马上，快吸！是那个你们收垃圾然后那个袋子是漏的，对，水的味道，茶吗？不是，是这个的味道。没事，我零用钱帮你洗一洗，好，你当做你收留。我说这玩的，我以为。没有没有，我帮你洗好不好？来，洗。我麻了，你这都不感谢我。这边你好，说到谁了？郝晶莹说，郝晶莹，你说完了吗？我有狼人杀素质，我不发火。一家之主的魄力，好感动。来嘛。也不排除他可能会自刀的行为，不过在他刚查一下那个番号来看，他应该就是真冤家。然后我杀你，然后什么情况？刚才投给马玉林的那个五号和七号，五号和六号，田淑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然后那个王瑞琪就是一个纯感情牌，行吗？我觉得是小麦和甜甜。三号的话，我比较相信他的发言。然后一号，你的身份在我这里目前是一个不确定的，我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狼，就是还再听一下他的发言。然后本轮人比较怀疑那个，哎呀，我想去翻牌了。我去翻牌吧。我先怀疑一个五六七吧，就这样。啊，我们连坐哎，三个人。两位是预言家，李珊珊是狼，马玉林，我其实我这。倾向于是跳出来在玩，但是我有点不懂为什么。是发查杀而不哪怕作为名也太冒险的一个举动，然后比较明显的行为下，两个给他投票。